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我先解个副本，不知道我带开，我帮我解完。哎，他没有解，他把这个时间打完了，然后这个解完了，不过好像可以再打。把这个速刷一下。这人物色色的怎么会色呢？这个月还会出更多啊，更多比较精彩的造型。刚差点讲到更多比较色的造型。这个月吧，这个月会出新的外观造型，还有新的神话造型，以及大家最期待的武器外观特化。等下九点半，我们一样要打那跨服。今天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结束啊，因为我们上礼拜不是最后有团队刷跟我们一起打嘛，他们原本是在我们对面敌队啊，可是讲白讲，课长花钱也是希望能够有那种激战的感觉。那因为对面目前的那个战力是属于几乎是碾压型的啦，那一团想说那就反正也不是真的很有仇恨啦，所以就来我们这边帮我们，然后看一下在我们逆风方这边打起来的感觉是如何。他们也想要体验一下，看看我们这边的视角，然后打完之后看他们觉得如何。如果好玩的话，他们可能就继续跟我们玩。我觉得他们那一团也算是真的在体验游戏啊，因为他们不是单纯想赢啊，他们只是想体验游戏的乐趣。因为课长花钱嘛，你一直都是碾压没什么激情的话，他们其实会觉得蛮无聊的。因为如果是单纯想赢的话，他们可能就选择在那边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，没想到会这样子。九月份奥丁这么会更新很多东西啊，但这些东西他会陆续的更新。我里面最期待的、就是他的造型啊，武器造型。看一下网页，来看一下九月份啊，就是奥丁与你一起共度中秋佳节，这应该是有一些中秋节的特别活动，还有神秘的特色外形，就跟这次泳装一样，可以送一些很好看的外形。然后据点赞，终于要开放据点赞了。然后第三波英雄传说造型开放，以首次神话造型亮相。OK， 第三波造型，新造型 buff 中加入更多 PVP 数值，最新的神话造型将初次亮相，满足战士对角色的提升境界，不论在据点赞、世界副本或者敌人对战，都能有更好的体验。全新外观武器形象，这就是武器会有一些特效，像会发光啊什么，还有一堆武器的什么会长翅膀，一大堆新的，这就之前我传过的，很好看。不过它的武器特效形象也是要养成的啦。然后9月15日引进各种便利性制度，例如装备洗练扶车层将优化为更便利的使用方式，以后的话就会比较直观啦。UI 直观的话对玩家比较帮助。最后还有，其实它还有讲一些其他的小活动更新啦。那我们最期待就是移民啊，希望奥丁之后可以赶快加开一些跨伺服器的合并跟移民的状况，可以跟朋友一起玩啊。不然有的伺服器其实就目前比较没事做，服内啦，跨服可能有事，准备开战了。今天的战场可能会比较快结束啊，不会像之前这样子啊。之前就是因为打不动对方啊，所以时间要拉到11点半。我们到底能不能看到第三世界的 BOSS 呢？打不赢没关系啊，至少让我看一眼吧。我还没看过那只龙啊。开战了，凯多，装运全尸哦，开刷了，有很多很多，节目转的，昨天开完这个节目转的，来打，大鲁泽，死，来人很多，哇、很多很多，哦西北西北，啊，靠北我死我死了。人有点多哎，淹过来了，直接再飞回去嘛。那我们在斜坡那边哦，我们到斜坡了，他们在斜坡上面等我们哦。没关系，从斜坡打下去，从斜坡打下去。我们打，我们再打，我们再打，再打了。哦，有点多，有点多，有点多。看我被定了，我被定，我要飞了，我飞了。他们没打完。他们要拖我们时间而已啊，不让我们进去。对，他们不让我们进去。哦，我被王烤死。我觉得我们集合一下在一起吧。瑞拉德比较烂，来瑞拉德，瑞拉德。对面今天的目的就是不让我们进场。目的就是他们有失望吗？他们来了，他们来看了。他们陆续下了，转头，全部转头，全部转头。火力很猛哎！我在前面看有没有人呢？我在山上。掉
他们只要上一个中会我们就好了。他们来了，他们从左边山上有过来看哦，眼线而已，飞了。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他们很多人都在发呆，也不知道在发什么呆。然后被我们压着打。我被流了、欸。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哦，今天的场也蛮硬的。我们想说今天应该比较轻松的、啊，想不到第一关就遇到这么多人。我还要十几次才会掉等啊！我看一下、啊，一二三四，还要再死四次哎、欸！我要死到掉等啊，这样我复活就可以直接满血。重来，我重飞，来了，降落了。他们在追我，后面大概二十几个。你直接飞掉，不要装逼，飞掉就重来就好了。我飞了，我飞了。人有够多，力量不是一切、啊，人数才是一切啊！我们一直被压着打。我干，不行，要飞了，赶快被控到死，会被控到死，妈呀！哇，西北！干，又被控，满血被控死、欸，哎，来不及飞。哇，他们其他区的都已经进第二阶了，我们还在第一阶奋斗啊！好，直接落喽。哦，不是，快的不要冲前面，后面有一组哦，我们屁股后面有一组，我去看一下，他们跑，他们跑了，跑他们跑掉，好了，免费用完就不飞了，是不是？原来这就是压着走的感觉、啊，所以老王这就是平常别人打我们的感觉嘛，人家之前一个盟打我们两三个盟就是这种感觉了。现在也是一个盟打他们三个盟啊！反过来了，反过来了。屁啦！今天就一个盟，我们第一分流就只有一个盟，你是在捆、喔。我说之前他们也是那个啊，他们那个小恶魔，他们一个盟打我们两三个盟。好了，先撞啊，先撞，不要让他们集合。来喽，来喽，回头。哦，很多，他们集合好了。我看到大鲁蛇了。记得补。来，冲，快点！有，我前面，我前面。是没被，鸟兽散了，没了，死光。去，满地墓碑。他们在另外一边，王的另外一边，山坡那边。飞了，被淹掉了。他们两边夹攻。来、哦，开始神跳台机了，都回来，都回来。我们去懊恼的人。啊靠呗！啊！我差点摔死，没事，我回来，我在正下方。我死掉了，操！这些人根本是正常发挥啊！真的跳了吗？现在真的跳了哈！真的跳了！哦，好，继续打架。不要装飞啦，摸那个飞。不是啊。我就用这几个他妈的站在上面抓小，我天小鱼死，他们在往的右边哦，我要飞了，我要死了，各位五十秒后见，上去把他们清掉好了，上去啊，应该可以上去吧，我去打下面的人，哎、欸，他们有人被我引下来了，在下面才有肉吃，你上去他就飞走了，他们都下来了。老板，三个工会六十人欸，老板，然后他们少六十个，我们多六十个，这来回是120呢、哦。难怪，我想说他对面怎么没有半个人进第三节。好啦，那这就是我们在奥丁世界啊，第一次我们联军这边有人拿下第三世界的王，很感动，终于让我们突袭丐帮拿下。下礼拜看能不能让我们有机会进去里面拿一下王呢？
我是丁丁，我们下礼拜跨服站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